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简东明、孔文吉等18人，为金融机构常因原住民地区位处偏远，以不符成本理由拒绝增设自动馈源机，致使乡亲常需要为了提款而远赴外地。此次莫拉克台风造成中南部原住民乡镇受创严重，甚至需迷地重建公所及永久性安置住宅，为便利原乡及安置住宅民众能就近提款，建请行政院责成相关部会协调金融机构如农会或邮局，与原住民乡镇公所以永久安置住宅地区选取适当地点增设自动馈源机，是否有当，提请公决。本院委员简东。